接下來台上剩下兩位佳麗，兩位佳麗去角逐這個冠軍的寶座，我們請他出來先。 Gloria 接著還有Nina Nina 是啦，給觀眾再一次認認真真望到你兩個先。好啦，怎樣揭曉啊？金紅，大會呢，我看看先。大會的安排就是這樣的， 就請兩位佳麗去到我們的玻璃的後面那裡，每人一面，接著我們就一起數一二三，他說就有個掣就會令到玻璃變成磨砂，剩下那位在透明玻璃見到那位佳麗就是我們今屆的冠軍了。好了，事不宜遲，大家準備好了，有請兩位。好了，請 Gloria 在我們的台右二號在我們的台左。哇哇，怎樣呢？兩位準備好了是嗎？大家都準備好了是嗎？觀眾準備好了沒有？準備好了沒有？你們的親友準備好了沒有呢？究竟是一號還是二號呢？到底是Lina還是Gloria呢？等一下先，聽一下先，聽一下先。二號有多一點了，我們不如一起數，一、二、三。 Chinese Vancouver 2012 goes to Gloria Tang, 张佩仪。让我们恭喜 Gloria 成为了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12年的冠军。现在有请 Erica 将桂冠戴在 Gloria 的头上。我想今天我们在场的所有都被 Gloria 甜美的微笑所感动了，所迷倒了吧？对。 哇，睇到佢家人相當開心。Gloria 鄧佩儀，芳齡20歲。